朝韩韩剧《黑暗荣耀》在四月一日愚人节这天爆出李道宪和林志妍这对荣耀 CP， 两人也大方承认恋爱 ING。不过由于两人对手戏不多，于是粉丝们也是各种捕捉他们出席活动的画面，找寻一丝粉红泡泡的蛛丝马迹，终于找到去年十二月《黑暗荣耀》剧组首次的媒体见面会。박성훈씨와임지연씨、이도연씨、네。宋叶秀是由美兰西鲁重宋叶西格，只见林志妍一个走得太远，李道宪还示意请他回来一点，结果就变成男主角和女配角站得好近啊，和女主角之间的距离呵呵不好说。乔美也似乎忍不住看了一眼。请编剧和导演一块上台拍照，林志妍又礼貌地往旁边退，再次被李道宪请了回来。这次乔妹的表情就相当有趣了，让众敲完粉丝也忍不住猜测，这应该早就知道了什么吧。근데아까뭐찾으시던데이거죠받으세요이제뭐가더필요하진않아서요문은직접여시면돼요쇠사슬은페이크예요안잠겼어요주차비는특별히안받을게요이게박영민씨의마지막이에요